师父、法师、各位师兄师姐，阿弥陀佛。我逃学两年，因为问题太多，师父会后我还有很严重的问题想请教，就是也是自然呼吸法，但是最后是没有办法呼吸，就是自律神经失调，就是得要强迫自己吸气才有办法吸。这也是为什么逃学两年，逃学两年最主要就是忘记以前所有用过的方法，试图让自己忘记曾经尝试过的，正确不正确不知道，但是至少后面的后坐力是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。那好在这两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用的是心法，就是师父讲的那个缘起法，刚好在这两年的念书当中通通都用上了，所以还不至于退步的太严重。
师父、法师、各位师兄师姐，阿弥陀佛。我陆陆续续打坐大概有三四年，然后各位说的腿痛什么痛都痛过，痛到想坐下不来，搞了半天就是休息的时间连下坐都下不来，所以下一支香又上来了。所以我后来知道为什么我一酸我就想下坐，因为怕下不来。然后在禅堂上面面对酸这件事情，那个害怕下坐这件事情，下不了坐这件事情还没克服。谢谢。